看的礼拜是华出精彩人生，华出精彩人生。礼拜大事在这里给你看。真感谢洪牧师的邀请，以及咱小会员的同意接纳，会当让我今日早起这所在，甲咱来敬拜上帝。我当时拄到啊，休困会通在那遮做礼拜，拢会感觉讲在遮做礼拜是一款的享受。无论是按对楼下的接待，包括咱的生活对甲咱会前的遮的敬拜甲娱乐，以及牧师的讲道。啊，属灵的招呼，我感觉倒转来是真好一款的感觉。今日早起更加幸福呢，是我会通甲啊两位这个好友吼，做伙这个所在来侍奉。有时阵我来讲一款的代志，对我超苦感。我的前辈拢甲我讲做牧师老，莫讲超苦感，讲我超苦感无信用，爱讲感谢上帝好旨意。上帝好的旨意，我来当地来传达也成功。所以这个所在真正把咱说着是啊，啊，今日来这个所在，迄个感觉是无同款的，毋是干遐心灵尔，佮带上正经。咱拢北去风请吼，我去食一块青草，先走。咱若去风请的时阵，才是咱家己的主料理，咱会感觉安怎？好食的物件吼，爱咸酸苦正拢有，才会感觉讲哇，这顿做青草。就会这样，这样有道理啊！啊，咱的人生呢？先生，咱的人生该当叫做精彩，哈哈！另外再去来讲水，边笑了，后边哭，后边笑了，欢喜。咱的人生，也毋是遗憾。要让咱的人生有精彩，就要喜怒哀乐，悲欢离合，才会叫做精彩。我牧师会好意邀请我今日来遮主持这礼拜，我甲伊请教讲啊，咱的教会有甚款禁忌唔通讲。我牧师伊答我讲吼，禁忌的物件唔好讲。那个意思是我这依照咱医疗的款。我讲好，我知影，我袂讲这款的物件，因为我禁忌讲书认真啦。啊、所以我今日讲的物件，咱若听了有甚物款政治，伊迄是你家己的了解，迄项我无来的。我有要讲这方面的物件。啊，政治袂使讲，也袂使讲无前途啦。所以，我无做爱我讲分享一寡精彩、感动人的故事。啊、我想来想去吼，你上界精彩，圣经迄个主题，耶稣的人生上界精彩。所以吼，做牧师吼，大概无离开这款的物件。五饼五鱼，咱所有的基督徒拢听到饱耳啦，我嘛袂讲这个代志。不过耶稣五饼五鱼，吼，五千个人食饱，真正耶稣佫有做足侪代志。咱若等于读福音书，咱就来看，伫建立新的所在，或者精神异常的人变做正常。抱一个富山哥，我这个有钱人吼，抱一个有钱人的这个也袂清气吼，也得着清气。耶稣是也够厉害，换一次比你较好，你看单位长啊，伊长伊就三股拢会晓。所以，那安尼尔，耶稣佫好死人多啊，该落的查某囝死去，耶稣伊也佫袂多啊。这个代志了后，才发生五个变两位伊的故事。啊，这个代志完全拢只到只五个变两位，应该是耶稣所行新约基督伊的看几方死人较多啊的最高峰。上解笑，啊！代志虽说了，耶稣带圣去祈祷，啊！祈祷说了，甲圣问讲：啊，你看，我是啥物啊？耶稣毋是因为这个代志得以无形暂时失地呢？忘了我是谁？耶稣是爱学生，经过这个代志了后，因敢真正有影认捌，伫因头前徛伫头前，这个人这是啥物啊？彼得。这个耶稣的头叫西啊，随时就伫遐讲，啊，你就是上帝的拯救者。耶稣甲这彼得讲，哎，好啊，到这都莫阁讲落去啊，因为吼，安尼落去到这可能含伊要做的代志无帮衬啊。
而且吼，应该还阁是公开的时机。接下耶稣讲这话吼，才是互人歹理解。伊讲人子的确受济济的苦，无享乐，这是了甲经学书记载，阁互伊来第三句话。听这话吼，唔知你的感觉会安怎吼？你若当时的学生，你有啥物款的想法？接下耶稣阁讲这话，才是互人咧赞美了。伊讲老人咧对我，同爱看无家己，也伊的手机过来对我，这真正是大笔转袂离的。咱来想象啦吼，今仔日老主家吼，住咧娶新娘，也是嫁新妇回头亲，大家咧聚餐，大家欢喜快乐。啊，若有一个你的亲戚，甲你来到，再来再甲你问讲啊，阿某人话恭喜哦，啊吼，今仔日咧，这尔啊老者这尔啊好吼，啊请问咧吼，恁兜迄两个老人甲四叔厝边啊办？啊！伊就会安怎？无错就好啊。怎啊吼？阿公你是咧做袂听？伊今日啥物代志？伊甲讲者。我只要两位五千个人食饱顿东西，这是偌尔啊影响人的代志。遐观众逐个来对耶稣是下下客客呢？耶稣的名声，耶稣的神龙地位，你顿东西，那就是平地医生的病者，大家。这个人哇，咱的所在，哪有出现这款的人物？竟然有这代志发生，是安怎？来安尼，大家还在底下想讲无咧？耶稣就底下讲吼，我会安怎？会安怎？会安怎？长老，耶稣在讲的长老是犹太民间的意见领袖，对摩西的时代设立啊，相当。当时的这调解委员会，也是讲咱即摆调解委员会，属属的时代，这个长老伫个城门口遐，是当当时的地方的简易法庭，也是初审的地方法庭。所以这个长老是相当有分量、意见的领袖。经过这个以色列立国、王国的建立，以及国家灭亡，到耶稣的时代，这个长老的制度还佫存在。用咱今仔日来讲，上讲今仔日咱教会长老，真咱的上人团体的会长，咱的妇女团体的会长，咱的这些新人团体的会长，也是咱这些各团体，也是各事工组织的理事长、董事长。安尼这分量有够啊吼！过来这是，这是是宗教礼仪的执行者，对家己的宗教的礼典，也是讲这因宗教历史的典故，真实的这個宗教家。相当今仔日的牧师，啊，即个祭司啦，去用选做祭司，用着相当今仔日的中会啦、总会的院长。过来，耶稣讲经学书，伫国家宗教内底，即、這个经学书是解说，即是说明伊的宗教教义，依持宗教的伦理典章，推动宗教传统的人士。啊，即就是今仔日的新人嘅院长、甲学生，以及咱信仰教职委员会的委员。耶稣做这个代志了后，我会去用这个人害死啊！听得到无？有法度理解无？老实讲，我这个时间都无法度理解是安怎来安尼啊！耶稣当当时，哪会是咧要讲啊这险的代志？耶稣做这个代志了后，因为家己会去用这个同款宗教的同款者无害，因为耶稣咧做宗教代志。伊去抢着遮个经学书法利赛人，甲遮个长老的光彩，来得罪同犯者，互当当时犹太宗教同犯者吼，失去民主，无失去民心，也失去民族。无民族的宗教就无资源，失去资源的宗教就失去伊的功能。所以真济的宗教人士，真济无共款的宗教，拢做个安那，装神弄鬼的，拢一来伊就去遮买好咯。贴身，因为伊在遐咧假，啊，伫遐装神弄鬼，啊，伫遐人感觉哦，啊，这个真灵性，啊，这个足够，才叫做厉害。伊刚刚内底我有拄到一个法师，啊，法师蛮真正有乖的吼，啊，嘛有拄到一个吼，是这个西公，啊，嘛真正有乖。啊，我即届我讲啊，你是法师，啊，我是牧师，咱两个平平师来。咱来讲看卖啊，你的宗教，啊，我的宗教是啥？我来一直甲问伊的宗教，我问讲伊安怎开始做法师，
啊，闭关静修都要安怎讲啊？闭关静修，就是闭关闭林内底，啊，恁个三顿要安怎？因为我三顿都吼，咱用一个，我先了解啊，刚刚啊，注意来，我会伫遐先讲啊，啊，恁有啥要出的？哦，你食的钱，啊，再过来要摆设，变这个问题变难解决。伊讲摆设时间难搞，还是都要出来，不好安尼吼。啊，你伫内底拢要做啥？静修啊，打坐啊，啊，伫遐思考，伫遐想想看。想看迄个宗教的议题、宗教问题，要来去讨论，啊，变啊通灵安尼吼。我啊讲，吼，啊，恁家母既然遮好，啊，今仔日是安那来遮要用乖啊。哎呦，讲无事啊，你莫去甲我问这，迄宏观的代志，这都免讲，迄绝对是做唔到代志，我讲安尼吼。啊，你解决东西无去算着嘛？这个代志，若知影安尼，你就当当时困境一个算吼。铸就一百八十八兆，啊，这个算算，你就知影，我今仔这个代志袂使做，啊，做会起来关，啊，今仔你竟然在而且要十年，你讲无事啊？有影啦，那遐好算哦，我来好起啊，我今仔这样关，讲啊，有影，真济即款的民间宗教，因拢真正爱做即款装神弄鬼，因感觉讲安尼有法度安怎，互人对伊信服。啊，有人对信奉了以后，啊，予取予求，伊爱干就爱干。啊，当然，宗教家、宗教人士，若无清气心肝吼，真紧就会出汗，啊，真紧就会跌空，啊，真紧就会叫家己去来，因为咱用民俗的问题来讲，甲民俗的问题来讲，迄拢是宗教的过来问题。所以，在装神弄鬼了后，伊会当去着民心，爱当互真济人来对。其他事我哩说啦。甲即个耶稣原底同传统进前，即个年代搞，因为真侪人拜安尼啊，伊感觉伊爱安尼，像我同学入面滚上。但耶稣做即个代志，毋是装神弄鬼，伊毋是假神假道，伊毋是，伊即个我是疼人民甲义地。耶稣做即个代志了后，得到真侪人心，有真侪个滚上，所以引起犹太教同学嫉妒、目空车、惊吓。简单来讲，耶稣做的是义地。犹太同欲想的是政治啊！耶稣一心一意慈悲人民，普渡、普救众生。啊，犹太教徒的丢了这些，甲变讲说，每日三思的是家己的权力、利益、甲钱财。耶稣知影这款的危机，所以甲变讲讲好，安尼来知了，唔爱，唔好阁继续宣扬落去啊！吼，因为宣扬落去吼，代志袂较好啦，会惹来足济麻烦。因为你是上帝所立的救世主，这不是清清菜菜的头。对当当时犹太的人来讲的，因为犹太宗教在耶稣的时代，因也搁伫遐咧期待，也搁伫遐咧想，上帝有一日会差派伊的先知，上帝的代言人亲自来拯救以色列，互因复国，是政治的弥赛亚，也是一个宗教的弥赛亚。但是耶稣好像就不是因得看迄类，耶稣好像就甲因个传统个观念差真远，所以伫即个所在，因无法度通接受。即个代志讲出了，更加是较麻烦，所以拄拄亲像，王牧师甲我反映，伫即个所在，今仔日无些较讲正经个款。然后耶稣佫讲，都爱加想，即个代志好，要互遐个学生安怎，毋通得意。奉献，而且还有一个心理准备。信耶稣不是单得罪有得应心的，信耶稣爱个还是个，信耶稣爱对爱面对人生的喜怒哀乐、生离死别、健身苦症。后来耶稣可能照伊所讲所做，行世界哦，担当一切责任，为着世间人死伫世界，伊的人生是一个精彩的人生。另外，咱过来看一个人，先知阿摩斯。阿摩斯是耶稣出世之前啊，七百五十年到七百六十年代的人，而咱正是两千七百几年前的人。当时以色列已经分作南北两个国家，北国的国王是亚罗伯兰二世，南国的国王是乌西亚。这两个国王在调坐位做国王的时阵，伫政治、伫经济恢复。早前来去王朝的一贯的荣光，但是呢，政治版图的扩展是用战争，就是用人民的性命换来；经济成长是用塞车人的劳动来换来；
和平是用宗教的主权换来，这两个国家的欢迎是用真理来换来。先帝阿摩斯是一个基层的做事人，在民间看见一寡的欢迎，经济成长的背后是无公义、无道德，失去宗教信仰，所以伊对当当时的列国提出批评。最后，伊也责备以色列国王甲犹太国王，当时的波旁岛的祭司阿玛谢知影这个先知阿摩斯讲这个话了后，就落去派人去甲国王通风报信。另外一方面，直接来找这个先知阿摩斯，甲伊讲吼，你若要趁食吼，先甲边啊去啦，唔好伫国家。北国这个所在，才有王甲王的宫殿。啊，又发了，还佫伫遮咧做这事咧，还佫伫遮做头咧吼，你家乡较边仔的。这是一个真典型的啥？唯我独尊，把宗教当作是文化，把宗教当作是家己的一环，当作是家己的囊中之物。甲先知阿摩斯讲，若要趁食去边啊，去恁南国，遮哦，毋免就甲你讲，我来做这啊。即款的先知，即款的祭司，国家较可能袂讲。所以伊安尼甲先知阿摩斯安尼甲伊当面甲伊质疑的时阵。先知阿摩斯讲：“我好啊，边啊，我来，我来。”伊咧讲的话吼，也搁较强，也搁较严。伊唔呐吼，过去遐话讲失败了，伊搁甲伊讲吼：“啊，你唔免讲我，我甲你讲吼，你若无改变，这个国家若无改变，同款要搁安尼吼，关三年就吼，国王会死，咱你嘛死了，你无去做统治，你后生查某囝你用了了，国家会灭亡。”国家就拜你，你一款人的手，吼、哦，是吼，够硬。我听你拢会错，读这也是拢会感觉讲吼，一款，迄当当时迄个紧张的状态是真正吼，毋是像这真是一个市内底咧演的安尼，真正足激动的，迄个戏剧的张力有足强的。后来，这个国家是照先帝阿玛谢咧讲的，或者是照先帝阿摩斯咧讲的历史。坏的演变，到尾真真正正照先知阿摩斯咧讲的，因为先知阿摩斯是得到上帝启示、上帝差派，爱伊去做这个代志。我真欣赏吼，咱大部只即个地位，即个讲咱的青年吼，啊，律师考条就食了，无要做律师，我去做律师，干白下风吼，我无这个勇气。但是我今日做牧师，我足认真，那是我的当当时受教甲受训练的经验，我是足爱做信徒的，我足无想要做牧师啊。咱知我早前伫只捌啊，伫中医这段时间，我嘛足去做这个工作。后来我离开中医，去伫嘉义的最高教会，嘉义中会最高教会，外湾海拔吼800几公尺的教会吼，迄最高教会。几个人做礼拜？上届坐的时阵吼，八年吼，七八十个人。上届少的时阵，两个人做礼拜。礼拜。然后是这社会观念的做中间思想，国家上帝来，但无我吼，或许我这个所在做工过，安尼我嘛安尼做平做一般的信徒来做这工作，殊不知吼，到尾叫有去干甲做护士，我的同事拢甲亏啊！一年三年都无够，好，干干出名，将是搁一块。啊，加开我当然当开啊，无变怎啊？对，计事实摆伫眼前嘛吼，三年一年无够，啊，搁计一干嘞。啊，我讲啊，我多我罪恶，我罪啊，罪恶满盈啊吼。啊，所以我都爱去啊修行安尼啊吼。不过我比人较好，我是逐工进逐工出来。人生起起落落，弯弯曲曲，拢系咸酸苦涩。所以按这经验，你会感觉你的人生才是真
菜。但是耶稣咱所相信的耶稣人生嘛，足精彩，敢毋是？先知阿摩斯的人生嘛，足精彩。伊本来是咧过油的，像即摆伫巴肚啊咧。伊遐要知要知，我想讲来像安尼，我嘛超好个。因为我本食嘛是做庄家囡仔，啊，伊是饲牛，我伊搭饲牛啊，我会比伊遐大只。啊，但是上帝竟然拣选我，爱我去读神学院。我当当时读神学院，我马上我上帝呛背，我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啊。我考一百名，考哪一条吼？业绩伊啦，考一条吼，我会记伊。啊，都出考一百名，我考条。啊，考条都爱读。啊，嘛有两摆想要休，啊无爱读人嘞。啊，上帝拢叫我老师教课，那算你过来。我成绩也是第一名，你叫我，遐作老个，继续去等下干做牧师，我做中职好。我无话讲，咱做中职，然后管牧师哩。伊讲无哩，伊个礼拜下，甲你个新人去读个完。毕业了，你这代志，实是真趣味，啊嘛真个人生好笑，啊，这个人生。所以，你有精彩人生，都要面对问题，解决问题，才是精彩人生。耶稣的人生是充满喜乐、喜乐、快乐的人生。阿摩斯也是同款，差别是伊个对象无同款。伊拢有一个主必为怀的心情，为了人民行公义、人民谦卑、甲上帝相共行。咱的教会前信仰的前辈嘛，足侪人安尼呢。咱过去而且就真牧师嘛，拢真侪拢是安尼呢。伊嘛是有一个真精彩的人生。咱今仔日嘛是安尼咧行，安尼咧做，敢毋是？人生要精彩，毋是做真侪轰轰烈烈的代志，也毋是去做大官赚大钱，是勇敢面对家己人生所要行的路，爱有勇气甲有智慧来解决问题。每一个人拢拄着困境，但路会悲伤，会生灵殊别。伫困境内底，毋茫相信上帝稳定到底了。尊公一世，要上帝所陪伴的永远话。所以每一个家庭，每一个教会，拢有难题，拢有困境，大家团结，伫主的基督的厅内面，有耐心、有听心、有信心、有智慧，勇敢去解决去面对。这就是精彩人生，这得当将这信仰变化，来也是因为好好听。哇，这我都放大啊，好彩。咱这张图还是家己感觉。我伫遐咧啊办即个圣诞节啊诶活动诶时阵，义工甲啊表演者伊遐，从头咧头上摆爬起个叫做小风扇，咱捌听过伊个名。伊个人生伊伫遐见证，人生嘛坎坎坷坷。伊是较上上是差不多台湾第一支个啦吼，啊分甲大家人拢足欣赏，参歌各个一个王上我拢听咧演奏过啊。但是伊讲吼，伊嘛甲你落咧地方寂寞。部队人走，那这款嘞火箭，那或者你拄着你会安怎？伊伫迄中间，甲遮个时间做见证，好无？咱的人生，拢会感觉会去有关怀对去，有遮个代志，但是咱信靠上帝，主耶稣基督来保守咱对咱的心。这是我伫下个台底。啊，即如今班、读圣经班，而且是上进。啊，头一个唔是啊，当咱无样唔是啊，来第二。下一站，哦，这是咱来第几个人？唔是啥物人看到你伫遐？那遮青年有无？对起个吼，似曾相识吼，几年前可能三年前，咱的青年记伫班咯。啊，伫遐做夏令，而且夏令学校夏令营，啊，就咱有一天。安排去嘉义的这个啊，大家内底啊，拜五，我伫遐咧做这读经班的时，伊伫遐讲天师，你敢知影？遐的修行人是偌尔少年，即群少年的呢？然后问我，哎，老师啊，你顶刚出来迄群少年，当时要过来？我讲你唔紧出去，当时要过来。阿来。你啊，刷了后，伫外口遮去上，大家拢真古锥，我嘛真怀念这张相片甲遮个代志。刘毅，这款的人生嘛，该精彩当真。啊，咱第六，咱第七去无？无遐简单，讲要入去就要入去。不过今年有一个机会，我每一年的圣诞节，才有今年又轮到跟教会合作，
咱教会若是真正有注意，我真正刚开始即阵来甲阮注意讲，今年话将华音乐教会吼一团咱来遐圣诞节来遐音乐活动，咱个教会个生活费是真赞、真优质、真好。原则上吼用四十个人为原则啦吼，啊一定是伫圣诞节个前后是周间个时间，绝对毋是拜六礼拜，因为拜六礼拜咱教会拢有活动，袂去通去吼。所以后来即点是即。看你这些训练员吼，迄个所在，他这个圣诞节的这个系列的活动，迄个所在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还阁有真济我会通讲，但是已经无够时间通去吼。我要安尼讲，就是按对较早咱咧看耶稣的人生、阿摩斯的人生，甲咱的信徒，咱的现在的人生，咱拢会通多彩多彩多姿，咱拢会通真丰富。因为咱的生命本质就是爱安尼心理素质。点身铺正，经过这个代志，咱的人生叫做精彩。咱的人生若家己把握住下，真正哦无趣味啊吼。都拄像是我家己本身的经验同款。啊，这个条件，也佫你安怎去让你的人生会当啊，那是爬楼梯同款，更上一层楼，佫你进前一站，就是哦，面对勇敢，面对压力，面对困境，有缘啦，勇敢讲真实话，啊这吼。即就搁讲起到第二，就含老师在讲，袂使讲物件，我来可能来搁讲，所以咱就讲到遮，咱暂时来得。神的主，我很感谢你，你家己本身的所行所做，真做我的学习，真做我的典范，也一个人透过你的所行所做，你的感动，愿意加心结来对你。神的主，我知我是土的气骨，有软弱。阮正最善，阮本正未堪你伫即个所在敬拜你，但是你竟然愿意，我还阁是做人的事，还阁未晓一个事，你欢喜为阮来牺牲付出，用你的生命来换兑换阮的生命，用你的宝贵的牺牲来清洗阮一切的垃圾。主，所以我今日通称做你的囝儿。阮今日同做你的后生查某囝，阮感觉真安慰、真荣幸、真喜乐。虽然我的人生有缘，也阁有着爱面对济济的艰苦、困境、逆境、挑战，甚至是死神，但是我的心存在平安。因为你甲阮来甲伫底，无论是生，无论是死，有你会有得，阮就有够了。所以当阮阁是拜来遮敬拜服侍你的时，阮阁是拜神你的装备，阮要继续学习你所教导阮的假世界来挑战阮人生的。其实你阮失败是心思阮未来，孤单是情绪阮，无伴是正做阮的安慰甲帮助，帮助阮的教会，帮助阮的正信徒、正中信，互阮大家团结，用心建立伫你，来起出阮的教会。起着我的家庭，起着我每一人人生，我的教会，我的家庭，我的人生，都是精彩的人生，精彩的家庭，也精彩的教会。我伫你面前，安尼感恩，感恩，祈祷，我个，我的主耶稣，圣主来祈祷。